嗨，Kiki。哟，Kiki， 你今天穿的好休闲。休闲的啊，身上的上衣呢？这是我们家的自定款。那一样要再跟你们讲，就是这个帽檐部分，你有看到很挺吗？就是它不会，就是塌下去。对，不会扁扁的那个概念，所以我很喜欢有双层帽的那个，就穿起来质感真的好很多。两侧有口袋，上面也有。两侧有口袋呢，这边还有再加了一个口袋，非常的好看。那 Kiki 因为163比较高哦，所以就是长度可能比较不够长，所以我里面搭了一个长背心。那这一件的部分呢、啊，条纹这个坐肩宽抛袖，2L都可以穿，2L都可以，很像 oversize 的上衣的概念，这样穿起来就是非常的修饰。那帽子这个的话，其实它是有做到配色的哦，黑色是配黑帽嘛，然后白色是配白帽，蓝色也是配白的，所以有不一样的做配色，很可爱的自定款哦，加上你们大家都有的韩国腿很长内搭裤，真的，这真的是大家最爱的内搭裤，对，大家最爱的内搭裤。如果你们还想加单的，就赶快再去加单哦，断货 Kiki 就真的没有办法了。好啦，要买再去买啦，拜拜。